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93面，293面第三行。还从当中读起啊，故本经中于慧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之德者，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自利利他了，无有穷尽之德。极乐大士尊心普贤之德，佛教于土众生戒心普贤之道。到这是一段。菩萨十大愿望，在前面做了简单扼要的报告，这十愿它最殊胜之处是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不具足普贤十愿，要认真地修学啊，礼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这两个字它真实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众是众缘啊，众缘和合。那么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的呢？诸佛如来众缘和合而生，菩萨也是众缘和合而生，声闻缘觉，设法界一真庄严，啊，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大乘。世出世间这些圣贤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菩萨十愿要帮助这些众生圆成佛道，正如《华严经》上所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一切众生圆满具足菩萨十愿，菩萨十愿是信的圆满的流露。这众生里面有近有远啊，声闻缘觉的沉静啊，六道里头一真庄严，这是染啊，有善有恶，恶道众生确实
啊，有一些无恶不作啊，啊，起心动念呢，残害忠良，害好人呐、啊，啊，这些人有没有菩萨誓愿呢？有，有为什么还做坏事呢？因为他迷了，迷失了自信，他在干坏事啊。世间人不知道啊，啊，干坏事要报复他。因果里头不饶他了，真的，因果确实不饶他。啊，佛菩萨呢？佛菩萨饶恕他。啊，为什么呢？佛菩萨尊重他的本性，不在乎他的习性。道理在此地。为什么？本性是真的，永恒不变。习性是假的，有生有灭，千变万化了啊！原本是个好人啊，真如不守自信呐、啊，被外面境界这不良的境界所诱惑。烦恼起现行了，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起来了啊，做尽了坏事啊，干的是消灭正法，消灭佛法，消灭传统圣人之法，他干这些事情啊，他做得很高明啊，表面上护持，实际上是残害。啊，目的何在呢？唯我独尊，不能有人超过我的，超过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啊，这是什么心啊？罗刹心啊，修罗的行为啊，罗刹修罗。没有不堕阿鼻地狱的，他知不知道？知道。他在不在乎？不在乎。为什么？现在还没堕落吗？啊，有一天这个落嘛，就享受一天嘛。明天堕落，明天还没到了，他不着急。叫迷惑颠倒。啊，时辰到了，堕落下去之后，后悔莫及了。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厚着脸皮来求你超度。啊，在你面前忏悔认错。啊，求你超度。要不要度他呢？啊，应当度他。啊，他可怜呐。啊，他行善。六道里头三善道受报，他作恶，六道里头三恶道受报。啊，这个事情只有真正菩萨看清楚啊！啊，他是假菩萨，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修行的，不是真佛弟子啊！打着佛的招牌欺骗善良众生，啊，残害。弘护正法的这些人有佛陀在世就有提婆大多六群比丘啊，佛身边的人啊，这是世尊无尽慈悲为我们实现。今天我们自己团体里头有一些用心不良的人啊，像提婆大多六群比丘
啊，来破坏道场，我们应当就要觉悟到，世尊已经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世尊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这个事情？那这就值得我们学习了。佛菩萨决定是纯净纯善的心，世尊在因地行菩萨道，做人如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这一种奇耻大辱，菩萨没退心，菩萨没有起一念怨恨心，所以世尊提前成佛了。他本来的排列是在贤劫千佛里面的第五尊佛，他排列在第五。啊，提前了，提前提升了一个位置了。啊，在弥勒之前，弥勒本来是在前面，释迦牟尼佛在后面。现在是释迦牟尼佛先成佛，弥勒菩萨在菩萨家之后。啊，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要知道。这是诸佛如来表演示现给我们看的。当我们遇到大难现前的时候，啊，必须得舍命的，啊，像割离王来夺取你的生命，得舍命的，也在所不惜，也不能破戒，也不可以丧失正念，这个重要。啊，学佛永远保持誓愿，誓愿整个合起来两个字，诚敬，真诚恭敬啊，这两个字是核心啊，以真诚恭敬对一切众生。啊，这是诸佛如来的真实弟子啊！啊，果报是他自己受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总是以一味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我们在世间的，所以诸位同学，这个听经、看经、听讲，要听清楚，要看明白，千万不要产生误会，决定不能有苟且的念头。有侥幸的念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佛大慈大悲，临终的时候事先来戒烟，有没有？有。啊，自己一生都不相信佛法。啊，最后你像婆罗门女，她的母亲，光目女，她的家亲眷属。啊，一生没有接触佛法，最后还一样往生。啊，那你也可以侥幸啊，我可以不念佛，啊，找一个有德行的人给我超度一下，我就往生了。能往生得了吗？不能。有德行的人来超度你往生，这一生没学佛，过去生中学过，你这个底子深厚，所以在阿赖耶里头把你的种子啊引导出来了，
你如果阿赖耶里头没有种子，怎么知道没有种子呢？投机取巧的念头啊，侥幸成就的念头，这就说明你根本没有善根，你根本没有福德啊，佛来都帮助你，都帮不了你忙啊，所以佛不来啊。佛不是不帮助你，来了没有用啊，你业障太重了，你那个业没有消掉，佛怎么来？啊，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很深，我们看到了能生信心，但是不能学习，你要学习就错了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过去生中的状况啊，佛菩萨知道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看见什么啊？这一世语言不好，但是从前底子深厚啊，就如同我们过去在汤池做的实验啊，汤池小镇，我们用《弟子规》来教导啊，这个小镇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不到四个月就成功了。这是什么？这个小镇的众生底子深厚啊，那个地方是过去桐城派的教区啊，几百年那个深厚的基础，现在丢掉一百年不要紧，一赢就起来了，换一个地区三年未必能成就啊！我的家乡我了解，我十岁离开家乡，记事就很清楚，我们是住的农村乡下，农村人学传统文化啊，不是念的，老人做的榜样给小孩都看到了，根深蒂固啊！啊，农村没有学校啊，没有念过书啊，啊，有私塾啊，居民都懂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虽然做不到也很差了，但是还要往外表外面装个样子，那、啊、怕丢人。啊，口里面还都是古圣先贤。啊，真民主里从暗中啊不敢表面化了。啊，这是我们能理解得到的。啊，所以经过这六七十年啊，底蕴还在。啊，但是三四个月这个人的天良就唤醒了，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只有感激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啊，居然做成功了。你叫我现在再去做的时候，其他地方做我没有把握。啊，同样一个道理，这一生没学佛的人啊，胡小林的父亲一生不相信宗教，临走之前四个月，儿子学了传统文化了，真正觉得惭愧，一生呢没有孝顺父母啊。父亲得病的时候，在病床边的时候，日夜照顾他父母，照顾他父亲，尽孝啊！啊，他父亲看到了，这才真正赞叹
佛法，赞叹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好。啊，把他儿子教得这么好，你说他父亲有没有善根？没有善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儿子？所以，一生没接触佛法，临命终时，有同修帮助他，求忏悔，送他到极乐世界。哎呦，大家听了，哎，这我一生不相信我没关系，到临命终时还有人帮助我。你没那么大的福报，你没那么深厚的基础，啊，你不要异想梦开，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万个人当中没有一个。啊，那怎么办呢？老老实实听经念佛。你看黄念祖老居士那是何等人物啊，他在往生前半年万缘放下，每一天140000声佛号，这他老人家告诉我的，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胡小玲父亲那个你学不到啊。为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像胡小玲那样的儿子，你就能学得到。如果你没有像胡小玲那样尽孝的孝子，你做不到啊。你哪有那个那么大的福分呢？啊，这是祖宗有德了，自己前世啊，无数世的修行呢，家里才出这么一个小子，啊，才感动真正修行人来帮助他成就他，不是简单的事情。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光目女的母亲。有那么好的女儿，你有没有？啊，你要有可以啊，你没有那就没法子了，啊，就得靠自己了。啊，靠自己要学黄念老居士，啊，平常每一天念佛号不能少过10000声。养成习惯，到自己生病的时候，那就要加，啊，加到50000，加到100000，你才真有把握，啊，所以听经重要，啊，听经重要在哪里？明白念佛的道理，他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打妄想了，你就会放下万缘啊，这一句佛号无上的至宝啊，啊，宝中至宝啊，不可思议。一句名号具足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引导你回归极乐，是自利利他了，无有穷尽之德。这句话是真实的，啊，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遇到了困难，遇到障碍了，怎么样呢？别打妄想，不要怨恨人，啊，老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众生没有福了，该遭大难了，你念佛就生西方了。如果你没念佛真心还不走，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祖宗要留你在这个世界，救苦救难，
这一句佛号就是自利的了，就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这我们总要懂啊，总要明白了。啊，我这一次跟诸位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我想我讲的已经够详细了。啊，诸位真还有不明了的地方，你们就把问题写出来传真给我。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回答大家。极乐大师尊心普贤之德，特别是指的凡圣同居土啊，三杯九品呐、啊，方便土、十报土也不例外呀、啊。不过十报土里面的菩萨，无功。永恒啊，跟十法界的修行完全不一样。十法界人修行有依归，唯一有自啊，十报图里头没有了啊？为什么？十报图里面的众生那是佛了，他们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你们注意想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还修什么？没法子修了，那起心动念都断掉了，分别是从起心动念变出来的，执着是从分别变出来的。这起心动念没有了，那分别执着全没有了。啊，所以他就是如如化身佛了。啊，他的心得里头圆满具足是他愿望，愿愿都圆满。愿愿都遍摄一切法啊，任何一愿要离尽，他圆满含摄下面九法。那说普界回向这一愿也圆满含摄上面的九法，法法如此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道化身菩萨才圆满啊！方便土四身法界，同居土六道众生啊，这个里头有依归，就是有修、有行、有证啊，通通都有。那他有分别有执着吗？啊，在是报图里面统统没有了，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啊，所以无不是行普贤之道，啊，普贤是圆满成心，普贤之道是圆满正德。后面还有一段，如是极乐大师披红饰铠入生死海，啊，这一句话是讲极乐世界哪些人呢？给诸位说，他所讲的是方便土、同居土啊，不是十报土，十报土、啊、
用不着披红饰铠。啊，也用不着入生死海，他出入都没有了。这个要知道，出入都没有了。啊，这叫真的入了，有出有入没入啊，出入没有了，真入了。啊，所以他们完全是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自己没意思，谁的意思呢？对方的意思。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楞严经》上说的。那自己没意思啊，啊，自己还有一点点意思在，那是同居跟方便土有。为什么呢？他们还是没有见到真心，还是用阿赖耶。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啊，披红饰铠入生死海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方便土同居土的菩萨们，啊，他们教化众生的能力几乎跟十报土没两样，那是什么原因？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不是他自己修成的，啊，是佛力加持的，啊，当然他也在修，啊，他真正修成了，他就入十报土了，啊，他就离开方便土了，啊，那是他自己真正修成的力量，啊，佛力加持的这底下两层，啊，就是方便土。跟十宝图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也就在这两图啊，跟十方世界完全不相同。虽生他方世界，或现慧身啊，或现身秽土，秽土是六道啊，在六道里面现身，应由弥陀愿力加持啊，这个愿力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加持啊，它起的作用跟阿弥陀佛很相似，差不多啊。啊，你是周多书生，永离我道。啊，虽然到卧道来了，这个卧道是指六道，或者是指三卧道。他再六道，立六道；再三途，立三途。啊，他在三途里面示现，你比如在地狱示现地狱身，示现地狱相。造罪孽的人在地狱是真受苦，他在那里演戏，在表演，不是真受苦，他是表演。啊，他不是真受，又说他没有这个业。啊，他表演的很逼真。啊，像舞台表演一样，很逼真。啊，他真的没有卧倒。啊，他住在哪里？他永远住在。报土里头啊，极乐同居的菩萨，方便土的菩萨，他们所受的乐跟十报庄严土没两样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平等待遇，十报庄严土的平等待遇，个个随其意乐啊！啊，这个其是众生，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说的：“随众生心，
就是随其意路。啊，应所知量啊，那就是或者为他说法，或者是示现在听法，或是示现神通，随意修习，悉皆圆满。啊，随意是没有起心动念，完全随顺众生的意念。啊，众生造物呢，造物也随他造物，随顺他造物，希望他的物赶快成就。啊，为什么呢？赶快把它爆掉。啊，他那个苦啊，要痛苦十年，你能把十年痛苦叫他一年就受掉？啊，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嘛。哎，这都是菩萨慈悲啊，你看到，哎，菩萨好狠心哦。其实菩萨很慈悲，哎，让你这爆掉之后，后面就落了。啊，所以这不是普通菩萨，这是发身菩萨才能做到。普通人要做的时候，你都要遭恶报。那普通人什么办法呢？普通人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对弥陀要真心。要切愿的，真心切愿啊，你才能得佛力加持啊。违背自信是决定得不到佛力加持的啊。有加持，魔王加持你，罗刹加持你，就是成就你的恶业，早一天把你送到地狱去啊。等你地狱的这个业消干净了，你再出来，佛菩萨在救你，在帮助你。众生受教，一切智心心要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从这一句经文我们就明白了，佛门里头有一句谚语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哪些人是无缘之人呢？跟佛不是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就是无缘。啊，佛是什么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心呐。要跟佛心同心同愿呐。那佛的德是什么？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佛德。啊，佛的智慧是法门无量誓愿修。佛的究竟圆满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真的不是假的，那不真干不行啊！啊，所以你看看，凡是众生受佛教诲的人，他都能至心信要，接受佛陀教诲的时候，不是至心啊，什么心？自私自利的心。
名闻利养的心，嫉妒傲慢的心，那他没有受教啊，没有接受啊，他对佛法不信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他没得到啊。佛门常讲法喜充满，他法喜没得到，此地性要是法喜，他没得到啊。啊，他喜欢什么？喜欢世间名闻利养，喜欢沽名钓誉，啊，喜欢别人恭维他、尊敬他，他喜欢这些。啊，这完全是六道，六道的轮回心呢，他造轮回业呀。啊，我们自己要好好想想，自己有没有？如果有，赶紧要改过来。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没有，很好。啊，要记住，千万不能有。啊，下面这一句，这是修学佛法终极的目标，真实的目标，求生净土。啊，这个心要念念放在心上。啊，什么时候求生净土？今天求生净土，不要等明天了，不要等明年了。你求生净土的心是真心，那今天佛没来接引你，佛就说你还有一天使命，你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一年没来接引你，你这一年呢，你要帮助众生。啊，我们念念盼望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时候到了，阿弥陀佛决定来了，一点都不怀疑啊。啊，功夫在哪里呢？下面讲发菩提心，一心专念，给诸位说，十大愿王就是菩提心。啊，修学的目标就是经题上幕后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我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平等觉？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遵修普贤大师之德。啊，虽修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啊，没有什么染污呢？没有自私自利的染污，没有名闻利养的染污，没有贪嗔痴慢的染污，没有烦恼习气的染污，这叫清净心呐。清净心在提升平等心，平等是没有高下。啊，换一句话说，嫉妒、傲慢、嗔恚完全没有了，平等心现前了。啊，跟一切众生平等，跟诸佛如来平等。啊，跟恶道众生也平等。为什么？都是一个法性变现出来的。用心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现在用电视就像电视的屏幕一样。啊，里面的色声再多再复杂，屏幕一丝毫没有染着。啊，所以屏幕给我们视线的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我们的心要跟屏幕一样。啊，这个世间五花八门都在我们的周围，一丝毫不染。这真功夫啊！啊，不是不接触，接触而不染住。啊，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本事。
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啊，这叫一向专念。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章。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这一段是第三十期，衣食自至愿。啊，底下一愿我们要把它念完，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这一句就是一愿。第三十八，应念受供愿。啊，这两愿若不二者，不去正就。啊，他要没有做到的话，他就不成佛，他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成佛了，所以这两愿他要兑现。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在早年我学习大经解，给大经解做了个课盘，这一章的课题庄严妙乐，啊，西方极乐世界妙乐，啊，三十七、三十八，啊，下面三十九也都是，属于庄严妙乐业。我们先看这一章，看念老的注解。又第三十七，衣食自知云，饮食衣服皆送矣。啊，五种缘一本送矣。种种供具呢，皆堂矣。又汉矣。第二十三愿。曰：我国诸菩萨于饭时，这个于是你想吃饭的时候，这七宝不中啊，身自然不为饭食在前啊，是以呢不皆自然去。看极乐世界多好啊！哪像我们现在厨房这么麻烦呢、啊、想吃饭大家都在那里忙。忙了半天啊，味道还不合口味。啊，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厨房。你想吃饭的时候，钵就是餐具。我们今天用的碗。啊，这餐具。啊，这餐具自然就摆在你面前了。啊，饭桌啊，这个桌上的餐具摆在面前啊，而且呢，每一个菜碗里饭碗呢，不为饭食，不为是形容词。什么人吃饭有一百道菜啊？你们知道吧？过去的皇上、皇帝吃饭。每一餐饭都是一百道菜啊，不能少的。所以御厨要替皇上准备的时候，每一餐饭是一百道菜，那个菜碗都不落啊，就像小碟子一样啊。我虽然没见过，哎，
没见到那么完全一百道啊，我见了差不多将近有一半。啊，谁请我吃饭呢？过去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武涛大使。啊，我在北京去看他，他请我吃晚饭。晚上我去的时候，客人只有我一个。啊，上了多少菜呢？大概有四五十道菜，每一个菜就像小碟子一样。大家们，我就明了了，过去皇宫里皇上啊吃饭的每一餐饭就是那个样子的。啊，拜位人士是帝王的待遇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饭吃饭的时候，你想吃的时候都是帝王待遇的。啊，御厨里面配出来的是这个餐饮呐。啊，而且他说他自然现前，他不需要没有人工作的。你这一念想到他就摆在面前。吃完之后呢，连着餐具连餐桌都不见了，自然就没有了。这能讲得通吗？能，有科学证据。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能跟执可以互相转变。啊，科学家发明原子弹也是根据这个道理，把质量啊转变成能量。这是原子弹的原理。那如何把能量变成物质呢？现在科学家做不到，知道一定是可以能做到的。那能量在空中就取之不尽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的，它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摆在面前。啊，能与质可以互相转变。这个里头其实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是能量变的。啊，所以物质可以化，回归成能量。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么由此看起来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科学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意念把能量变成物质。我需要的时候样样都有，不需要的时候空空如也。你看多干净利落。啊，你居住这个环境一尘不染。啊，要什么有什么。啊，来了几个客人呢，啊，要几个椅子，椅子就来了。客人走了，椅子没有了，空空的。极乐世界人的生活环境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啊，旅行的时候还要带一大堆包袱，那自己背不动还请别人扛住，你说你麻不麻烦人？那我们晓得极乐世界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旅行，他什么都不来，应有尽有。这地方他赶快去啊。啊，不要留恋在这个娑婆世界，何受罪啊。啊，理事我们都要懂得。下面说无疑。无疑是康僧铠的本子，第十四愿跟这个相同。又为三十八愿曰：各种天人，于得衣服，随念即止。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
前面是讲吃的，你需要饮食，这里就需要穿的，啊，不需要裁缝啊，啊，不需要去购物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商店，也没有餐馆，啊，也没有百货公司，啊，要想什么东西，东西就来了，自然就来了，啊，你说想得衣服，随念即至，啊，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了，啊，如同佛所赞叹的，应发妙福啊！那应发怎么讲呢？恒顺众生，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这个地区的众生，他们是什么样的衣着？啊，什么样的礼服，你给他穿的是一样的。啊，这妙啊！妙在什么？这个衣服不需要裁缝，那这就妙了。啊，自然在人。啊，有求裁缝捣软。这是讲衣服啊，缝制我们的衣服还需要量身体啊，还需要去选布料，挺麻烦的 啊西方世界不但不需要裁缝，连洗濯都不要，他不需要，他衣服干净一尘不染啊，永远不需要去洗衣服啊。啊，我们今天讲换洗，西方世界没有换洗这个习惯。不但是衣服，所有一切法他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叫一真法界啊，也就是说他那个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色变，他没色了像法相宗上说的，极乐世界的居民同居土烦恼没断，方便土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断，只有十报土完全断干净了，转八十成四智啊，所以是只有心性没有色变，但是他同居土跟方便土也没有色变，这个太殊胜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啊！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十方世界诸佛四徒里头没有啊，一切诸佛刹土上面两土是相同的，常寂光跟十报土是相同的，下面是方便土跟同居土是不一样啊，啊，那是什么？那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变出来的呀，实变的啊，凡是色变的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真正明了之后，对西方极乐世界，自然你就产生向往之心。这个世界多好啊！导染是染色啊，我们这个衣服上的花纹很多染色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啊。碗桌是洗衣服，我们要换洗啊。洗发机的是没有这么多麻烦，都不需要啊。那么这一愿啊，幕后说不取正觉，佛这个愿通通都兑现了，这是特别给凡圣同居土人讲的啊。为什么呢？四圣法界的时候，那是天人阿罗汉以上的啊，当然也不需要这些了啊。他们禅悦为师，财色名食睡这五样啊，也叫五盖呀，他统统断掉了啊。用什么来养身体呢？禅悦。谚语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那欢喜，欢喜养身体啊。啊，不需要外面这些人士啊，啊，只有凡圣同居图里面的欲界才有，这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啊，色界、无色界都不要。何宽是方便有余土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怎么会要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一愿完全是为带着有浓厚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习气佛法的这个啊，你的习气也没断，不要紧，你还想着有吃东西，嗯，有，不缺乏，不吃，不缺乏吃的，你想穿的也不缺乏穿的，吃的穿的全都有，你可放心了吧？弥陀想得周到啊。啊，如果没有这一愿在此地，我们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经上所讲的，我们常说，你看极乐世界没有政府组织，没听说。啊，极乐世界没有四农工商。那我们生活怎么办？我们会想到这个。啊，没有农夫耕种，我们吃什么？啊，没有这些工巧，我们用什么？啊，没有商店，我们缺乏之后东西从哪里来？那就是全没有啊！哦，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呢，变现自在。一切所需之物啊，应念而现呐！啊，只要你有念头啊，它就能现前呐！啊，这就是科学里面说梦寐祈求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出现，求不到，就是能与之的自在转变。
啊，极乐世界做到了。所以科学家想学高等科学，都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跟这个大科学家阿弥陀佛，就跟他学习。啊，你才能学到这个本事。我们再看下文，金经背极无疑文义啊，这五种原译本的文义继承此愿，名为一时自知啊，这是交代啊。汇集这个文字从哪里来的？如会书舍未已曰：佛本何故行此愿呢？啊，这说得好啊！啊，会书是日本法师啊。啊，佛为什么会有这一愿啊？兴起这一愿，见或过度，为一时故啊，苦以万般，四时不宁处啊，一生疲贪求，何况何下丧数千生命，祸中杀无量惨死，一直沉迷无涯，受苦无穷。这是讲的这个法界虚空界里确实有很多诸佛国土，像我们地球一样啊，他这里所说的地球人都有啊。啊，为衣为食啊，人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忙碌，苦不堪言呐！啊，四时不宁，四时春夏秋冬，春天播种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看到农夫就知道他辛苦啊。一生疲于贪求，这一句话里头含的内容就非常非常之多。贪财、贪名、贪利啊，贪权位没有一样不贪呐、啊、贪是所有一切烦恼罪孽的根源，所以烦恼里头把它列在第一个字啊。佛陀清楚啊，啊，修行要想成功，头一个就要把它控制住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得的这个肉身虽然是假的啊，他必须在这个世间活上几十年，他需要衣食住行，不能没有啊。那佛菩萨教给我们，那应该怎么办呢？适可而止，不能有贪心。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啊，对这个问题他给我们表现的，因为佛陀是生在热带，生在热带生活就简单啊，他们有四季，他只有夏天啊，所以他三件衣服就够了，叫三衣一钵啊。钵是什么？钵是乞食的，盛饭的啊，饭菜汇合在一起，不需要再用一个菜碗，简单的那住在哪里呢？住在树底下啊，找一棵大树可以遮蔽风雨啊，树下一宿啊，啊，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什么？这是人类最低的生活标准啊，一天吃一餐，那营养够吗？够了。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我跟他的那一年，他老人家70岁，啊，我发现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他一日中一时已经几十年了，好像他开始时候是30几岁。一生没改变的，一餐吃的很少啊，那时候我们年轻，他老人家70岁，我31岁，啊，我一餐比他一餐吃的多。啊，我那个时候学佛已经有几年了。啊，我26岁学佛的。26岁那一年的年底，我记得大概是半年，我就把晚餐断掉了。啊，我一天吃两餐。很正常，但年轻的每一餐都要吃3碗饭的，啊，我一天吃两餐，我没有把中午那一餐都再加2碗饭，没有，啊，还是跟正常一样3碗饭，啊，可是老师啊，李老师啊，他那个小碗2碗就吃饱了，我2碗不行，一定要吃3碗。他一天生活费用那个时候台湾钱2块钱，我一天费用一定要3块钱。啊，他一个月伙食钱60块，我一个月伙食要90块。啊，那我看到他老人家吃一餐，我也就学他，我把早晨的餐也断掉。啊，我吃到第8个月，我才向他报告。啊，我说老师，我现在也一天吃一餐了。他多久了？说8个月了。后他眼睛睁得好大，问我身体状况怎么样？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你永远支持下去啊？为什么呢？生活简单呢，需要少啊，
你就不求人了。人道无求，凭自高啊。这话是真的，乐在其中啊。啊，我那个时候得出了一个心得，我向他老人家报告，身体是一部机器，机器的运作要靠能量的补充，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可是人身体有消耗能量的，也有节省能源的，不一样啊。啊，大概消耗能量的这种身体很多，那种机器很多，一天三餐都不够啊，还要吃点心啊，要补充，要不然他就没有精神了啊。那我们观察李老师，李老师他的每天工作量大概是五个人的，所以他很忙碌啊。啊，五个人的工作量，一天吃一餐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想，这能量消耗，消耗到哪里去了？应当是妄念，胡思乱想。啊，这个妄念消耗能量，肯定是占90%到95%，消耗在这上。所以，人心的清净啊，它需要量就少。啊，世尊当年在世，所有学生都日中一时。啊，为什么？他妄想少，他每天去听经。啊，除了听经，修禅定的修禅定，持咒的持咒，念佛的念佛，他没有杂念，所以他需要量就很少，一餐足够了，这么个道理啊。啊，我向老师报告我的想法看法，老师很赞成。他是一点都没错啊！告诉我，你看阿罗汉，阿罗汉的定功比一般人深啊。阿罗汉是一个星期吃一餐，他消耗少啊。那补充一次，他就可以用7天呢。辟支佛的定功更深。半个月出来托钵一次，一个月只吃2顿啊，这就说明什么？心地越清净，越平等，维持这个身体的消耗量就越少啊。所以妄念多的人，你要叫他晚上不吃饭，他受不了啊，他会生病啊。所以这桩事情大家不要学啊，不要勉强啊，勉强你一定损害身体啊，你对不起你自己啊，对不起父母，那叫大不孝啊啊。必须妄念真的少了，欲望没有了啊，真正能够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的消耗量自然就少了啊，你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啊，这才是个真理啊。如果自己妄念还很多，习气还很重，你要不补充啊，那就坏了。我33岁出家，出家之后2年受戒啊，我平常的生活，这个都是一餐，出家之后啊，受了戒之后
受戒期间当中那一个月，跟诸位说，我开元，我吃三餐。为什么呢？那个戒坛里生活很辛苦啊，我需要体力。别人的时候，哎呀，发心啊，这受戒的时候一定要吃五啊，啊，晚上一餐不吃，吃两餐。过了两三天，他不行了，他不支持不了了，晚上又开了，啊，那叫开玩笑嘛。啊，所以佛法了，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啊，不要学习搞有面子好看的，那就错了，啊，这个不在乎这些，要在乎实质。啊，我那个时候有很多杂事情，我必须要做的，要用思考的。啊，我消耗的能量比平常大。啊，我不讲这些假面子。啊，所以戒坛上的时候，我晚上一样吃东西。啊，可是受戒以后就出了讲经。讲经很困难呐，啊，寺庙里面不喜欢呐，寺庙里面喜欢经忏佛事、做法会，啊，喜欢这个。那这不是我出家的本意，我出家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我看经书第一本张家大师给我的释迦谱释迦方志，老师告诉我，学佛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这都是在没出家之前26岁的时候啊，读了这些书对释迦佛才真正认识啊，他是个王子，父亲是国王，聪明好学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过苦行僧的生活啊，参学12年啊，当时印度是世界宗教之国，哲学的高峰啊，这里面的高僧学派里面的大德，他通通亲近过了啊，学了12年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学派，没有不重视禅定的。这佛门里面讲的四禅八定，实际上是婆罗门教的。啊，释迦牟尼佛学过啊。啊，四禅八定在定中能够突破空间维持。啊，这个界限没有了，他能看到28层天，他能看到阿鼻地狱，这六道里面的状况一清二楚啊，他完全明白啊，这是当时宗教里面的修行人啊，一些专家学者都有这个能力啊。可是我们想到年轻的师尊又好学，肯定他还有不能满意的地方，我们能想象得到，六道搞明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从什么原因发生的？
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我肯定地相信释迦牟尼佛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所以学了十二年没地方学了，他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在毕波罗树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一出定的时候，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事先成佛了。不但六道的事情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全明白了，开始教学。第一步讲什么经呢？第一步讲华严经。在什么地方讲的？在定中讲的，没人知道。别人看到他老人家在菩提树下入定。这个时间经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二期，一个是三期。二期十四天，三期二十一天，都有经本。也都有出处。换一句话说，华严经是佛在定中讲的，所以小乘人不承认。这一部经讲完了，大龙菩萨那是等觉菩萨，把这个经收藏在龙宫。六百年之后，龙树菩萨出现了。龙树是初地菩萨，大龙菩萨把他接引到龙宫，看到这部经典，看到之后分量太大了，龙树菩萨为我们说出原文，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中所讲华严经的原文，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集，一世天下未成品。六道里面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受持，分量太大了。这大本，还有中本，中本分量也不是这个世间人所能够接受的。最后看小本，小本是什么？好像目录提要像我们现在看四库全书，你看四库全书，在架子上你们都看到，1500册。那个小本是什么呢？小本是目录提要前面的五册，前面五册目录提要所以龙树菩萨将小本传到世间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华严经，是整个华严经的目录提要收40万偈40品十万偈40品那么这就是世尊大彻大悟之后
他所看到的宇宙真相给我们做报告。啊，就这部经啊。那么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24岁开悟了，释迦牟尼佛是30岁。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只说了5句话，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是讲了一部《华严经》。这两个开悟人所说的内容完全相同，不增不减呐！啊，这就妙不可言了。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一部《华严经》，归纳起来就这5句话。慧能大师这5句话展开来，就是完整的《大方广华严经》。3000大千世界未成集，一思天下未成品，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人家问的是华严经内容是什么，拿慧能大师的5句话应对就正确了。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大师只讲5句。啊，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大乘佛法从这兴起，《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本意。啊，佛希望一切众生个个回归自信，个个成佛。啊，可是众生迷得太深了，教学一定分阶段。啊，就很像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用这个方法来教娑婆世界众生。啊，所以出了定之后，在落叶云先度五比丘，为他们讲阿含。以后学生越来越多，啊，有1200多人。啊，这是常随众啊，临时来参加的人，我们相信不会少于常随众。那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这个讲堂应该是3000人以上。啊，这样的讲堂，阿含就是小学啊，12年。方等是中学，8年。般若是大学，22年。啊，法华是研究所，8年。总共49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行仪的状况啊。他把生活减低到最低限度，啊，托钵，解决吃的问题，穿衣、三衣，三衣到哪里去找呢？
找人家穿旧的破衣服丢掉不要了，把它捡起来，看到这个布里还可以用的，把它剪成方块啊，缝起来，缝起来的布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就很难看，所以把它染色，染成咖啡色啊，叫染色衣。这衣称为袈裟，袈裟就是杂组的组成的，混杂组成，不是一个单纯，所以衣叫袈裟，吃的饭也叫袈裟。为什么呢？每一家托钵的饭都不一样，混合在一起，袈裟就是混合的意思。过这样的生活啊，所以在这个世界，这种世界在法界虚空界里的很多很多啊，人有衣食住行的这些习惯，这些习气啊，时间太久了，印象太深了啊，常常他会想起，所以阿弥陀佛发这个愿。啊，这下面啊，不但是四时不安宁，天天忙碌啊，一生疲于贪求。底下一段说，何况何下丧数千生命，这个何是种植，用这个字来代表你所种植的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你在种植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小虫上身，这造业。啊，祸中这个祸是大鼎，就是我们讲的大锅。古时候这个锅下面有三个球，三只球或者是四只，为什么？下面烧火啊，那时候锅从前没有灶啊，最古的时候就是用三只球撑起来，下面烧火，上面煮东西啊，这局什么煮蚕子啊，取丝啊，取蚕丝用来做布料啊，你杀多少蚕子啊，这是举着一个例子来说啊。啊，一直沉迷无涯了，所以什么以这种生活方式生生世世啊，你跟众生借多少冤孽啊，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受苦无穷啊。啊，这是六道众生呢没法子避免的事情。啊，我们只讲六道里头的人道。啊，是故愿也，因为这个缘故佛才发愿，我土深重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过度里面的深重，衣食住者随意现前呢。啊，着衣吃饭，借诸道法。啊，帮助你成就道业，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凡夫，你是圣人了。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你的阿弥陀佛本愿未成加持。前面愿文里面，
我们读到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什么样的等级呢？是跟十报土平等，这叫阿惟越致。十报土林菩萨还需要饮食吗？不需要了。啊，还会起个念头我要穿衣服呢，也不需要了，他没有这个念头了。啊，这些分别执着的习气通通断干净了。啊，只有无明习气没断。啊，无明习气不爱死。下面是种种共具者，花香床幡宝盖璎珞卧具天乐等等，这是举几个例子。这是什么？菩萨常常去拜佛，到他方世界去闻法，去接受佛陀的教诲，那你去的时候总要供养啊！啊，供养就是我们现在讲，总得带一点礼物嘛，这不能空手去嘛！啊，那么这些礼物啊，都不需要去购置，自然就在你手上。你就可以拿到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呀、啊，啊，每一天去听经，去学教，福慧双修，而且不是去供一尊佛，不是去听一种法。我们今天的修学在娑婆世界，讲求的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就是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那法身菩萨每一天还要去供佛，还要去闻法，他求的是什么？他所求的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啊，他怎么个学法呢？他同时学无量法门。我们今天一时学一个法门，他同时学无量法门，怎么学啊？分身。诸佛无量无边，他分身无量无边。啊，每一个身去拜一尊佛，供养一尊佛，听他说法。听完之后回来回归到一身，那个福慧都在一身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我们哪能比得上他了？他一天就大圆满了，我们无量劫都不能圆满，他一天都圆满了。啊，天天学，天天圆满，你这还得了吗？啊，西方极乐世界了不起，其他的诸佛刹土里，只有证得法身的人才有这个能力，西方世界不用正法身，待业往生的人也有这个能力。这是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我们能不感激阿弥陀佛吗？
啊，能不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太伟大了，诸佛如来都赞叹他，佛中极尊呢，啊，光中极尊呢，佛中之王。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你要认识它，你不认识它，当面错过，那你就真错了。为什么这个法门能够叫你一生成就，圆满成就？你锁定了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你才能够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习气统统放下。啊，为什么呢？事出世间法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这还得了吗？啊，我们再看下文。如是一切无量无边殊胜供养之具，皆随意即至，如愿供养。这个意识字是自己的意思，其实自己并没有意思。啊，完全是感应。啊，众生有感，佛也是众生之一。啊，十方如来有感，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就应。啊，佛感他应是什么？是去修福修慧。啊，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众生有感，啊，就是十法界众生有感。那是去教化众生呐！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你看，应诸佛是求学，应众生是教化，上求下化了，我们这就真正明白了啊！啊，向上是对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那里去求法，啊，遍法界虚空界所有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啊，跟他起感应道交，是教化他们。成佛了，当上了法身菩萨了，每一天就乐此不疲，真快乐啊，福慧双修啊，对众生呢布施福慧啊。我们看底下还有一小段，如无以喻，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借机啊，即借在前，持用供养诸佛。宋义曰：“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一一供养。是故人随意即至，无不埋怨。”这段经文说得好啊，我们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大神通，大喜乐，都是这一愿成就的。
啊，这不学不行啊。啊，欲得，这个欲是个虚字。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他还有余吗？没有了。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不但余没有了，习气都没有了。啊，为什么此地还用个余？刚才我们说到了，十方诸佛如来有感，这些菩萨有就有应，跟佛的感应。啊，那么去见佛，一定有供养，这个供养自然现前。啊，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现前了。啊，供佛、闻法、听教啊，啊，听佛的教诲呀。啊，我以神离，这个我是阿弥陀佛。神离就是四十八愿啊，阿弥陀佛让这些供养具自自然然到他方诸佛面前，你想见哪一尊佛，这供养具自然在空中就排列开了，夜夜供养，不是一样啊，场面很壮观了、啊、很伟大了啊，所以说随意皆知，无不埋怨啊，这个意不是意识，这意识什么呢？亦是信德啊，完全是信德自然的流露，没有丝毫的念头起来啊，就是没有执着的念头，没有分别的念头，没有妄想的念头啊，这才叫自知啊。啊，你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哦，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你看每一个人到十方世界去拜佛，阿弥陀佛都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嗯，凡圣同居土的烦恼习气没断的，他哪里有这些工具啊？啊，这些工具是十八土的菩萨有，不用阿弥陀佛加持，但是同居土、方便土必须弥陀威神加持才能办得到。啊，阿弥陀佛没有丝毫嫉妒，没有丝毫傲慢。啊，不是说你只能跟我学，不可以跟别人学，没有。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佛都开放了。那是什么样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圆满信德，
展现这些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